您好，我是昆仑流石。繁忙的102国道上有个镇子叫邦郡，是古渔阳的所在地。镇东呢有一村叫西兵马，在村口啊立着一尊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石头人。据村中老人讲，石人啊原本在村东的土丘下，本有两尊，另一尊呢不知何故走了。您没听错啊，乡人就是如此告诉我的，走了。石人呢笔直吊目，单从模样上看呢不像是中原汉人，但头戴官帽，身穿长服，最主要的是交领右衽，明显又是汉族的服饰。最奇怪的是不知道这石人为何张口吐舌。文管部门啊因为附近发现了东汉的墓葬，将石人定位为东汉墓前的翁仲。而我在20几年前呢第一眼看到这石人的时候，就觉得这石人有商周遗风。我知道看我视频的很多老师啊在这方面都是行家，帮着看看这石人到底出自什么时期，也好解我20载心中的疑惑。谢谢您的观看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您点赞、转发、加评论，再见。